七上怕二，你知道吗？不会，你就是让我饿了啦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外送比我还凶啊，口气都很好，就遇到这种职位的，好，好像人家要欠你们一样。说什么？我说不是我弟，我知道不是你啊。他说你讲的名字，所以呢，认识，所以呢，我口气很差吗？是我凶你了吗？怎样？我呛你怎么样？那我呛你，你们家怎么样啊？我就呛你。拜拜，教真好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爸爸没教真好。你也不差你。对啊，你也不差你。欺上怕二，你知道吗？不会，你就是让我饿了啦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外送比我还凶啊，口气都很好，就遇到这种职位的，好，好像人家欠你们一样。说什么？我说不是我弟，我说不是你啊。啊，所以你讲的名字，所以呢，认识，所以呢，我口气很差吗？是，我凶你吗？凶你吗？你搞清楚，是你口气差吗？魏先生，我知道这样子是为了说谎。听到声音我就把窗户关起来，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小朋友喝醉酒的那个。